全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主啊，你与我同在，拦阻都将我开。耶稣，你临终来，使我重新十架上布道音乐会，可以请大家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一起来参与。好，那看起来大家应该都慢慢找到位置了。那各位牧者长辈，还有认识我们的，还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我们是极光音乐侍奉。那很高兴，就是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的布道音乐会。那也非常的感谢右昌的牧者及同工今天协助我们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那让我们才有办法站在右昌敬拜中心这边来给大家一个演出。那在十架上呢，是我们极光音乐侍奉的第三张独立制作的诗歌专辑。那希望就是今天我们总共会有六首诗歌带给大家。那希望这些音符、歌词、旋律，就是不只是一首作品，而是能够成为神的器皿，然后为神所使用，然后在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那自从我们极光音乐侍奉2016年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音乐，然后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位上帝，希望可以把这位上帝介绍给更多的人。那就是非常的感谢神，就是在我们团员一路上每一次的巡回，每一场的音乐会，还有每一个团员，他都这样子保护我们，然后我们才能一路到现在，总共现在已经4年了。对，然后我们也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会就要开始咯。好，那前面两首诗歌呢是比较快乐，不是快乐，比较轻快、比较活泼的诗歌。那第一首是《全新的爱》，那《全新的爱》呢，其实是我们第二张专辑《回家》的歌。那想有些人如果听过、有唱过、有跟我们一起跳过舞的，等一下也不要害羞，跟我们一起来跳舞。那第二首诗歌呢是《献上我全人》啊，是这一张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那就从等一下呢，因为要跳舞，所以呢想要邀请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或者是身体有没有就是有不适的就没有关系，可以坐着。那如果愿意的人可以跟我一起起立，有吗？一起起立，然后来跳我们这个全新的爱的这首诗歌。请大家跟我一起起立。那好，那全新的爱这首呢，就在副歌才有动作。那不好意思，投影片可以帮我切到副歌。那副歌的地方呢，就是全新的爱，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闭全新的爱，然后照耀，从上面照下来，然后穿透，温暖我心，然后圣灵如雨降下，浇灌洗净我灵，在胸口，然后在你爱中释放，从心里使我完全自由，像小鸟。然后全新的爱充满从肚子，我是全新的人。哦，谢谢大家这么配合我。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咯。
歌曲呢，大家累了对不对？大家可以坐一下。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是献上我全人。突然觉得好像立刻要站起来了。其实第二首歌呢，没有特别难动作，刚那个比较难。那第二首歌献上我全人是我们第二张专第三张专辑的第五首歌曲。然后在副歌的地方呢，大家应该很累，因为我很累。然后就是他是在我要唱。再请那个童工帮我切到那个副歌，不好意思，就我要唱我要跳，就是把手摆在那个旁边，我要唱我要跳，然后称颂他，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称颂他，赞美他，然后日出时星辰下，就在日出星场，然后每时刻赞美他，对，然后下一张。在主面前，就左边的肩膀，然后全心全意，右边的肩膀，然后献上我全人，这样子献上给我们的神。然后下面我要唱一样，我要跳，称颂他，赞美他，日出时星辰下，每时刻赞美他，然后坚定不移，背起十架。然后这边一定要站起来啦，一生跟随他。好，那再麻烦大家站起来，再跟我跳一次。大家不好意思啊，刚刚休息了两分钟。好，那副歌这边我要唱，我要跳，称颂他，赞美他，日出时星辰下，每时刻赞美他。在主面前，左边肩膀，全心全意；右边肩膀，献上我全人。然后我要唱，我要跳，称颂他，赞美他。日出时，星辰下，每时刻赞美他，坚定不移，背起十架，然后踏步一生跟随他。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喽。放下自己，让耶稣作王，与主同行。
看到了，出现了很多可爱的小朋友。那接下来呢，这一首《看见你的爱》也是我们第三张专辑的歌曲。那在专辑当中呢，有儿童合唱团跟我们一起有现唱，跟我们一起录音。那这是一首献给父亲的祷告的歌曲，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动人。那今天也非常荣幸在右昌敬拜中心的现场，我们可以请到在地的盐城教会的儿童合唱团来为我们一起共同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盐光幼儿园儿童合唱团。刚刚彩排的时候也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看见你的爱》。Yeah.
掌声。我们再一次谢谢阳光幼稚园的小朋友，你们真的很棒。我在下面听的都哭了。刚刚那首歌呢，很好听，对不对？在小朋友唱起来更好听，对不对？其实那首歌背后有一个故事。我的爸爸呢，他在大概十年前左右啊，那个时候爆发那个三聚氰胺，大家记得三聚氰胺那个奶粉里面都掺了那个这个毒的那个新闻事件嘛。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我爸爸突然间有一天就在外面晕倒了。就他晕倒之后，他被送到医院去，然后这个医院就很紧急的，然后要我妈妈签病危通知书，因为医院已经觉得他没有救了。结果呢，他被送到那个，我妈妈坚持不签，然后他就被送到更好的医院去。结果他后来被救回来，那是他病危第一次。后来又发现他有了癌症，我忘记第几期了，那是第二次。然后又再发现一次，他又是晕倒的时候，那是第三次。所以我总共为了我爸爸，我向神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拿走我十年的性命，我也要换我爸爸的生命回来。所以刚刚那首歌就是我跟我的儿子一起写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茫然，我们追求的事情不一定能满足我们，我们追求的事情不一定能让我们每一天都喜乐，每一天都开心。唯有神是让我们可以开心的，唯有神是让我们喜乐的。所以我迫切的希望我的爸爸是可以来相信耶稣的。然后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也是差不多在快要十年前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告别式。然后呢，那个告别式啊，它有钉白布条，这个白布条上面有那个很粗的木梁，他把这个木梁用那个把它钉起来，然后钉在那个挑高的天花板的梁上。就后来他们要把那个白布条拆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那个梁直接这样拿下来，他们是从下面从那个白布条的尾巴直接扯下来。那大家想想看，那木梁会不会掉下来？会吗？会。然后呢，我就看到它掉下来了耶，那我应该要跑走，不要让它打到我，对不对？我逃走了，结果那个木梁就往我逃走的方向往我的头上打，它就准准的打到我的左面的头。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想说啊，应该不会脑震荡吧。结果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这个佛道教的信仰，然后呢我回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在道教里面来说啊，这是一个王者，他要抓交替的时候，他要把你带走的时候。所以呢，我请大家猜猜看，后来我有没有发生事情？没有哈，有，真的。我在接下来的时间，总共有13天，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时间。起先呢，我开始发烧，然后我又觉得我的身体被捆绑，然后它又退烧，就好像有一条绳子绑着你的身体，让你身体没有办法动弹，然后你的灵魂没有办法是一个安舒的状态，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安稳的坐在椅子上。很痛苦的13天，到最后第13天的时候，好像有一把刀子，无形的刀子往我的后腰刺过来，我痛得只能跪在地上。接着我按手在他那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我的身体，然后他离开了。
但是他有更猛烈的攻击，他把那个无形的刀子往我的心脏刺过去。那当下我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要结束，被结束掉我的生命了。于是呢，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劲啊。当时我看的是中医，然后中医呢，他们把脉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生的是什么病，可是那个中医也说这个脉象看起来不像是生病。于是我就打电话，紧急的打了电话，请一个传道来我们家。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赶鬼与释放的祷告。做完之后，他的确是离开了，我也不再被攻击了。可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好多飘来飘去的灵。啊，我们知道，在七月份的时候，大家最害怕什么？好兄弟，对不对？好，我一直看到，所以我那时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些东西，我真的超级的害怕。后来我真的每天过得很没有平安，我走到哪里他都突然的吓了我一下，上个楼梯他也吓我一下。直到有一天，一位牧师带着他的长老来我们家为我祷告，那天我觉得我蛮有平安。就在那天晚上，我也向神做了一个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看见神的灵大过万有向我扑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圣经里面说的都是真的，耶和华是超过万有的神。那个时候我所看见的小灵，小小的灵啊，它跟人差不多一样高，哪里它都有，街上也有，庙宇里面也有，不管在哪里都有。可是就在我那天看到了耶和华非常大的灵之后，我心里面真的是被平安充满。我说，我对神说，原来我所相信的你是这么的庞大，那我还怕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节经文好不好？诗篇91篇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接近你的帐篷。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你若将至高者，就是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当为你的居所。意思就是，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神必在灾祸中赐我们安全，在所有道路也保护我们，使我们胜过所有的黑暗势力。信靠神的人在最可怕的危险中有平安。就像我们在今年啊，全世界爆发了什么？为什么大家今天都要戴着口罩？疫情影响到全世界的疫情，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台湾能够这么安全，是因为谁？是因为耶和华的保护，是因为耶和华一直在保护着我们。通过今天的见证啊，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没有一种困难，也没有一个患难能够大过于耶和华。只要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平安度过一切。后来呢，我就写下了这首歌，叫做《荣耀君王》。如果今天，或者是以后，或者是以前，你曾经有感受到不平安，我也邀请你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呢，这是一首见证耶和华大过一切，大过世上的一切，他是统管万有的神。我们来听《荣耀君王》。十字架上的救赎，流出宝血，流出恩典，十字架上的全能，赦免我罪，洁净我的灵，十字架上的全能。
谢谢大家。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就碰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夫妻特别会发生冲突嘛，对不对？然后呢，我都会跟神说一句：“我退后，求你介入。我退后，求你介入到我们之间，求你介入到我的生命。”世界上有很多的神，他是讲还愿的神，可是我们的耶和华，他说的是一个关系的神。我要分享一下那个九十一篇的14节到16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说：“只要你愿意承认和尊敬我的名，我就保护你，使你安全。只要你专心爱我，求告我，我必帮助你。因为我专心求告他，所以在每一次困难的时候，他就马上的来帮助我。只要我求告他，他就会应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被爱的关系。所以我也想邀请大家，今天回去之后，如果你正在碰到困难，我想邀请你，我们来专心求告他，我们的口试试看尊敬他的名。接下来那首歌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然后呢，我一个人在很晚的时候开车去那个大溪桥。大家知道大溪在哪里吗？大溪在哪里？桃园啊，你们好厉害哦！对，就在桃园。然后呢，那个最近的大溪桥啊，它有很多的灯光，所以在晚上的时候看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开车去那边哭，我就开车在那边哭。结果哭完之后，我就跟神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情绪影响到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我愿意让你介入，我愿意什么都不说，我愿意什么都不做。”那你们猜猜看，后来我们有没有和好？有，然后他就来跟我对不起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我需要你》。主耶稣在十架被羞辱，受人鞭伤，流宝血赎我生命，耶稣用生命爱我，我呼求承受一道尽头，恳求你慈爱双手拥抱我，在你爱中我需要你，需要你站在最。
很简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邀请你，虽然我们戴着口罩，但是我们也可以一起唱歌，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右昌教会的潘牧师。哎，大家好，大家平安。我要说我会赦免一些人，因为刚刚有人把我认成是教会的管理员，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问题，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自责。我在我们的这个大楼里面被当成是 Foodpanda 外卖，我知道我的身材。好吗？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被装成是装修工了。OK， 没有问题，真的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信仰跟生活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它是走出去的时候真实的去活出来。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很认真去接纳自己的现在跟过去，而且对未来是有盼望的。哦，你听得懂吗？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当这个极光音乐，我听到嘉宇的分享说，哦，愿意为他爸爸祷告说，少十年给我的父亲的时候，哦，我真的有感动，因为我的祷告刚好跟他相反，你知道吗？我说主啊，可不可以把我爸爸的剩下的年岁都给我这样子？哦 ，sorry， 我这样讲是因为，哎，不要觉得先不要太快下定论，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太快下定论哦。如果你知道说我要常常帮我爸爸还债的时候，没多久就，只好我真的没办法了，
你可不可以再借我一点钱？那一点都是很大一点嘞，很大一点，你知道吗？都是百万的，十万，少则十万，大则百万，更大千万。所以呢，我常常没看到我爸爸，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完蛋了，又要来拿钱了。所以我就跟我爸爸，我就跟神祷告过一件事情，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把他剩下的寿命都把他剪断了，四成五路。哦、就让他就慢慢的就这样走了吧。可是呢，当我后来认识耶稣、遇见上帝之后，发现就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开始改变。我不会假装说我没事，我不会假装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很好，我不会假装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互相联络。对不起，没有。我信主之后，跟我父亲仍然吵架。仍然是有很大的冲突，可是我发现说，在信仰里面有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真实。因为我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人的爱有限，上帝的爱无限”。所以在家庭当中，真的需要上帝的爱，不然的话，真的相看两相厌，看越久就越讨厌。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一个爱。那极光音乐嘉瑜团长的。传道的分享常常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的扎实，非常非常的踏实。能够用这样子的经营一个团队，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起来享受那么好的创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人很喜欢看表面，现在的人很没有耐心，影片超过三分钟，大家就赶快按快转。然后呢，一切超过十秒钟都看那个叫什么抖音，对不对？很多时候都留在表面。我有个会友，也住在桃园，那他的孩子是我的主日学的学生，而且已经长大大学了。这个父亲，他的父亲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绘画童书的。有一天发生一件事，他都把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写在 FB 上面。文章很长，可是我认真把它看到最后。他说的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一天，我开着我的车子，带着我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停红灯的时候，旁边有个阿伯啊，他骑野狼。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丫丫，你看，那个阿伯骑野狼好帅哦。”这时候坐在后面的老婆就不开心了。他的老婆就开始对他的儿子训话说：“丫丫，不要什么都听你爸爸的，你爸爸就是那么肤浅，摩托车就摩托车，只是个交通工具，哪有什么帅或不帅的？你不要学他那么肤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他就是交通工具。”然后当下呢，我们的那个会友他也没有反驳，也没有讲话，他只有因为他气在心里，他不太敢跟他老婆吵架。因为怕跟他老婆一吵架，老婆就开车晚上去大溪桥那边坐，所以可能要偷偷写歌骂他。我需要你哈，当初你在桥上写的时候，我需要你应该是有点不太是这样的口气，因为我也是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我也是祷告啊，我也是跑步啊，对不对？我每次跑步我就祷告啊，就说主改变他，主光照他，让他认罪悔改。可是真正认罪悔改是谁？我们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没有勇气回家跟老婆吵架，只好跑到外面去生气，因为怕老婆跑走。就这样，这个先生呢，我这个会友他很可爱，他就最后在这写了，他说价值观是什么？说看外表叫做肤浅，摩托车骑野狼摩托车觉得帅气是肤浅。当年我就是因为肤浅。看上你的外表才娶了你，当然后面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设他老婆黑名单，但是我知道后面他老婆把他解除好友了。所以我要请大家帮忙一件事情，在这个很多虚假、很多奇奇怪怪、很多没有耐心的这样的时代当中，先给自己一个鼓励。你来到这边，而且耐心听完我们的歌跟我们的分享，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再来，我要你们帮助极光音乐一件事情。接下来他们在台南、在
桃园他们的团队会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步道音乐生命的分享。请你们打开程序单，里面有我们的奉献的这个袋子，请大家都要拿出来在手上挥一挥好不好。我要你们用力的去实践你们对极光音乐的爱，用力的去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创作生命的分享无价，好不好？能不能我们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按照你心里的感动，把你的钱包打开来，支持我们最真实的音乐、最踏实的音乐、最扎心的音乐——极光音乐。我们有一点时间，把你的钱包打开来，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极光音乐。在这么没有耐心、在那么充满虚假的时代当中，我需要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好像没有那个空间，我也不要虐待大家的耳朵，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我诚恳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努力的奉献，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谢谢大家。谢谢潘志豪牧师给我们的一段话，谢谢潘志豪牧师的幽默，我们给一次掌声给潘志豪牧师好不好？班长牧师真的太幽默了，可以那个每一场都这样子讲吗？可以跟我们去桃园吗？可以跟我们去台南吗？彰化新竹。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要带给大家，叫做十架。那十架这首诗歌呢，我在写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读完圣经之后，然后呢我就听见了这一段旋律，接着呢我就问神说，你要我把这段旋律是写成什么呢？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后来神就让我看见了他背着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家鞭打的情景。然后神说，我极其的爱这些人类，但是人类不晓得，所以我的心非常的忧，非常的痛。所以希望这首歌带给大家更多的认识耶稣的爱，十架。你背负痛苦，只为救赎。
全都刻在我心板上。
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里面的，或者是第一次进到教会的，神都会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叫做心想事成。在我刚信主或者是带领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会突然讶异的发现，上帝为了要兼顾他的信心，哇，他的祷告神都会垂听。所以我要给你们这样的礼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可以举手一下吗？挥挥你的手。哇，好好，我们掌声欢迎他，谢谢谢谢。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起立，然后呢伸出你的右手来，我们为这些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我要你们经历这样子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嘉瑜团长传道身上所发生的神迹，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神无限的美好，上帝的平安，家庭的和乐，以及在内心的平静安稳，都要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好吧，我们各位先一起起立，然后呢伸出你们的右手来祝福在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这些新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这样子特别奇妙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进入你们心中，你们就经历超乎所求所想的平安。我要为你们祷告，也请所有弟兄姐妹能够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好吗？阿们吗？哎呦，没有人理我。阿们吗？哇，太棒了，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我还是要先讲一下，祷告的意思是写信，前面的对象是天父上帝，然后呢最后信的内容最后是耶稣基督，就是贴了邮票阿们送出去，好不好？简单是这样说。所以呢我来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进到教会，现在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凡你所赏赐的平安，赏赐在我的生命当中；凡你所赏赐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家庭当中。我向你求一个礼物，就是平安、喜乐、健康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一下，不要急着做，我还要要求你们一件事情。祝福极光音乐他们的，在彰化也好，在台南也好，在新竹也好，在桃园也好，场场爆满，好不好？举起你的手为他们大声祷告，说祝下一场爆满。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有领受那么美好的时刻。极光音乐的每个行程交在你手中，让他们接下来的不管是在新竹、在彰化、在台南、在桃园，他们的每一场都能够吸引许许多多的人进来这边听他们的音乐，帮助他们场场爆满，也帮助到他们在经济上不予匮乏，保护他们的行程尽都平安，来赐给他们足够的体力以及精神，让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尽都蒙福。谢谢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也要祝福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回家的脚步十分的平安，十分的恩典，十分的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牧者、各位同工以及在场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好，我是极光音乐的仁哲弟兄。那感谢各位
以及在场的每一位的同工牧者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借着这次的活动，大家可以有满满的收获带回去。啊，另外呢，在你们的右后方有我们的商品，啊，以及如果你的心中有任何的感动，想来支持我们的，可以到后面去。啊，在另外呢，敬拜学校的这个部分呢，由于人数的部分，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开班，所以呢，在高雄场这个场次就没有这个敬拜学校的课程。那感谢各位大家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荣耀君